我认为倚天宫要如果向罗东西发落，主席底下讲只是讲这首古魂要抓高铁，所以会派出五爷兵将收古魂。民间认为天界系统跟人间同款，神明也会统领兵将出任务，将这兵将分作东南西北中五处，称为五爷，其实叫五行。东爷青旗，西爷白旗，南爷红旗，北爷乌旗，中爷黄旗。而这兵将拢是往昔的古魂。新民会受人做兵将来救世，就去讲万有条自由主，是三个万寿都将人家白酒个窗户吹灭，吹个天起来，让人死了袂当心乱。五爷将军放出了万魂，煞开始出好个人道的秘密。新妇叫恶毒武将而死，伊想要报仇，但是地老公煞讲凶手唔那一个，一含魂所生来黑灭，到底是啥人个？无爱住宿者又果是啥人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戏说台湾》。无面嘛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！抢劫啊！抢劫啊！同嘞，讲到白日，你竟然敢抢来物件，竟敢把我认人？你啊，卖管我的言阿叔哦，锤死啊！哈！啊！我真对不对啊？大爷，饶命嘞啊！大爷，物件要用无？袂啦，袂啦！快死！啊这个人哦，真正是无情无义的。我替伊出头，速用台死，连休息嘛无替我休息啊！这声是要安怎啦？佮当时才有人会经过啊！安弟，爹公，你为人正义，但咪世间佫做真济善事，我想要收你做五爷保将，唔知你意下如何？我当然蛮愿意。等下，三太子，马祖娘娘，生日嘛是好，一看就知本仙君是啥物人。但你本座想要收你做五爷保镖，我嘛是。但你做人正派，这种人已经真少啊。你若是愿意替我办事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帮助。这。但你既然妈祖娘娘甲三太子这么诚心邀请你，你就好好考虑看卖。爹公，唔免考虑啦，我已经答应你啊哦，那会当讲话无算话啦。妈祖娘娘，三太子，歹势啦，我袂当做一个吼背信的人。爹公，恭喜你收到一个好的兵将，我们来走啊。但你随我来。是。但你人数那参照一电火花戏同款，你的肉体再来剩一个感觉已经无路用了，你就何必搁留恋人世间的一切？你就好好安心等待一个有缘人来给你安葬。是，我了解。那是倒一个有缘人替我收尸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大年生，但你去予底下讲招来做五爷将军，但是安怎想要到讲主宰去了，叶苗云竟然甲这个可怜的查甫囡仔牵做伙啊？十钟啊，老爷要回来啊。
你先把这首先生玩玩处理一下。我爸爸倒嘛。你不用搬到底下人老爸。我爸到底这个这是有个真正的金属。绝对不是你这个会讨客那个阿母生的十斤的比例。阿晶啊，你最好卖白吧，要去甲老爷斗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我会甲你阿母的新厝牌啊烧掉，回做孤魂野鬼来惩罚你，知影无？知道。再惊就好。锁匙，你家己开。我今天一直想念游家的祖先在上，真多谢你赐我游家这个金孙，也求你搁再继续给我保庇，保庇我的心不朽软，你会当顺利成产。现在大心大命呢，你吼，把自己的身体，还有杨家这个金孙顾好就好啊。这小块代志，让阿母来啦。多谢阿母疼惜。我是你的亲阿姨，你是我的媳妇，而且你巴肚内的囡仔，是我杨家五万十几年才得来的金孙呢。当然嘛是爱甲你惜命命。你这个十斤阿囝，安怎腹肚枵啊？规工干会样算啦？我羊羹米拢互你食了了啊！无安羊羹，顶世人是欠你偌济啊？这拄到你这个要受死囡仔。阿母。我回来啊！阿爸！阿爸！啊，英生啊！哎，阿爸抱看麦咧，哇，这大汉啊！这大汉啊，免抱啦！啊，来，这里好。哎哎，眼睛啊，眼睛，回来啊！是啊。阿母跟你讲吼，小鸾已经有生五个外月啊呢，你就要做阿爸。是啊，你有生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你哪安尼讲啦？较早是秋华未生，不是你未生呢？阿亲啊，秀兰已经有心啦，哪会讲无可能啦？是啊，咱哦总算是对杨家的祖先有交代啊。那是讲你听到这个消息，那一点都无欢喜，难道搁遐尼惊吓？无啦，啊，我拄则是想到讲，我甲秋华结婚这么侪年啊，拢生未出来。啊，咱两个人都干那同房一届，你都有心啊！有我一想，我都反应过来了。讲囡仔嘞，这是好事啦！你哪安尼讲？是讲阿母，我会专工赶回来，是因为今仔日是秋华做忌的日子，我是要去月光哦，该念幼稚园。燕孙啊！你跟阿爸做下来去拜阿母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嗯，乖，行。哎，弟弟，嗯。秋华，我带英顺啊，又过来看你。我想你的新衫，还有金银财宝，你给我收着。秋华，你是安怎都无愿意来我的房中呢？敢讲你无想要搁再记着我？陈秋华，你就是较敖、较得严强的心，即马你嘛已经死啊！你比袂过我，
现在我才是严庆的母，我肚子的孩子才是严庆的孩子，你永远也赢我不过。啊！你有要紧无啊？哎哎，紧起来，来。哎，妈的！秀兰，你哪会啊你？我是不是老太啊？我的囡仔，哎，妈的！好好好，我随送你去医馆哦。哎，来啊，跟上夫人去医馆，紧来，来。不是杨叔杀我，我只爱巴肚。是我爱跟他无去，是要安怎？阿爸，我无啦。阿爸，我无，你相信我。好啦，英顺啦，阿爸哦，先送秀兰阿母去医馆，你家先转去，有什么代志等阿爸转去才好讲哈。啊！好，你讲。我根本无垃圾，是安怎大家拢歹相信我？看起来伊嘛是无人关心。好啦，我待到三工，待待起来好啊。我唔知影你是啥，啊，不过你以后都有出头段，看起来我比你可怜。既然是这个囡仔替我受死，我就好好报答你。徐启功已经寄出数万人队，替新林镇守地方的五爷将军，会安怎向可怜的英孙来报恩呢？庙门才拄关尔，英顺就赶紧走出来要找食的。原来伊嘛惊讲老爸误会，讲伊是跳江海后要跋倒的歹囝，所以囝敢唔敢返去厝的，只有偷偷秘伫地下公庙的。真正是可怜的囡仔，我应该好好报答伊才对。我是这间庙的五爷部长，我叫做陈立。你今日大事故就是我，我捌讲过，只要有缘人替我受死，我都会好好报答你，替伊完成一个愿望。本来迄个人就是你哦，你真正要帮我完成愿望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来，你讲，你有啥物愿望？我出事无阿久，阿母就死去，我就想要甲阮阿母见面呢。真友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即马就带我去你阿母的墓地，我替你甲伊叫出来。叫，我带你去。好好好，行行。将军，阮阿母的墓在伫遮。恁阿母啥人去用钉啊？在这内底啊？啥物？阮阿母去用钉在内底，是要安怎才好？这个人用钉啊在遮，看起来应该是袂当被放出来恶鬼。也毋过，我已经答应英顺啊。就应该讲话算话，插插你啊！不管放出来是险是好，我拢愿意承担。英顺，你先退到后边咧，我来想办法，一定让你甲你阿母见一面。好。
放出来啊！这可不，石像，石像有啥？严庆，你伫倒位？严庆，我做痛苦做冤魂，你敢知影？我要找我的冤仇人报仇，你敢知？我一定要把你抬死，我一定要把你抬死！东威，我是五爷部长等你，但求我唔通上瘾。大将军，你那做一派命来投一剑，这根本。伊不是派命啊，伊是你阿母啊。不可能，我阿爸讲我阿母就是，哪有可能这歹？你阿母可能叫我陷害，伊唔知变成安尼。你看伊今仔怨气遐尼重着，我惊伊会害人。我带你去找伊，伊知影你的存在以后，可能就袂安尼做。行，咱来。秋华强进入一年，规身躯的锐气要来找李江山报仇。无目睭青眉，嘴讲提起来，那看无嘛无得开嘴问人。只有抓到人，就哪偏哪帮的，还过怎啊头安尼人心惊吓？因为佫生得真怪奇，所以就予人叫做无面嘛。叶顺啊！另外，严建将秀兰送返去厝了后，才发现讲英顺怕无去啊，就急甲赶紧走出来找。哎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大家哪会惊到安尼？啊！那是歹命啊！这个人敢是李江山？不是，这不是叶斌。啊，不过我哪会感觉这个人最奇怪？伊到底是啥？英顺，来紧走，紧来！大将军，别上来，我阿母。英顺，紧走啦，紧啦！是严庆的声。收业的报，都先将翁婿甲后生惊甲半小时啊！到底卖面妈的生活内，受什么款的千秋大恨呢？快走啦！快啦！是杨庆的声，拄才迄个人，敢袂是杨庆？杨庆，安尼做到底是对还是对？是不是做出袂当挽回的代志？明理，我紧回来甲爹阿公禀告。来接过，还阁爱甲这大声啦！天成啊，阿辉秀兰即摆安怎？囡仔有保掉无？阿金啊，拄只秀兰的病情哦，真危险，我做无简单，才保掉伊的性命。啊，不过囡仔嘛是保袂掉，即摆三宝第一代替引散啦。代志哪会变成安尼啦？我这金孙，是我唔忙十几冬才唔忙到的。现在孩子没去了，我对杨家的祖公祖妈是要怎交代？啊，你是要怎做啊？阿姊嘛，你有当作家己的孩子无缘，啊，秀兰还阁少年，只要把身体调养好，伊真紧就会好囡仔。阿母，阮回来。恭喜你啦！阿姊嘛，阿母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创啥？拢是伊，把秀兰操挂倒，害我一个五个外月的金孙，就安尼死去。今仔日咯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你教训，替我这个金孙哦，讨一个公道啦。好啦，阿母啊，阿金，你妈咧有要拍人好无？对啦，阿金嘛，有话好我讲，囡仔还阁细汉呐。我无大啥，是家己挂倒的。你阁跟我硬气硬气，秀兰讲是你甲操挂倒的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英孙啊是徛伫伊边头前的，伊要哪有可能哦，反倒来甲伊摔倒嘞？无你即马是咧讲秀兰讲袂惨？阿母啊，啊你哪安尼讲袂顺车？你真正老翻天呢？无你即马是讲我冤枉伊？
我总算是到厝了。严庆，我来见你啊。我已经无去啊，我想要跟他找严庆的囡仔。小奶奶，你买个雄心吗？你要跟他笑嘞？你是妈傻，我是怕挂掉你，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卡早遐秋华去讨客遐，生到这个十斤的囝，害咱尤家，你这个床仔头头拢压袂起来。阿母，秋华伊无对不起我，英顺啊，就是我的后生。我回来厝了，我总算回来厝了。我要找杨庆，我要找杨庆。我不是叫你出去，你干你来做啥？就去讲火烧庙借茶洗，惊唔着门，看未着，伊个满肚开水，讲话无明嘛，要来找翁婿。我规身过怨气，煞风倒到歹命啊！伊敢发图找了翁婿来诉冤情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无明嘛。等你为了正义来死，叫地下公收到五爷将军。伊为了要报恩，所以我放出了满心怨气的无明妈。原来无明妈是英顺的老母，死了后将丢在地梦里，把酒青梅吹过红提起来，还无多心冤。如今伊终身得到自由。我不是叫你出去，你干你来做啥？奇怪，严庆的房间哪会有一个查某人？而且这个人的声音搁这么熟悉，伊到底是谁？严庆啊！救命！严庆啊！救命！我卖命啊！严庆！海命！海命啊！爸！刚刚秀来，进来看卖，进来。严庆，是严庆、啊，我是秋华，严庆，严庆，我是秋华。如果是这个歹命啊，你走，你紧走啊！秀兰，秀兰，无惊无惊。歹命已经走去啊！阿母，谁人歹命会走来我的房间？我当菜店都无免好友好你啊！拄则我甲英顺伫外口的时阵哦，嘛是有迄个歹命低调呢。伊敢若是已经伫咧庄仔内哦做乱鬼啊嘛，想袂到即马，搁再来咱兜乱啊！杨庆，安尼变哪会用你啦？厝内底变哪会有歹命？明仔咱来地下公庙拜拜，求地下公保庇咱全家平安啦！秀兰，你身体还袂好呢？你伫咧厝遐困，卖去吼！我嘛要去拜拜救命啊！我嘛要去。好啦，做伙来去啦。地阿公，恳求地阿公保庇阮全家大细平安无事。对啦，海了地下工作吼，讲只是暗时啊要出巡啦。啊，我吩咐恁传的物件，恁到底传好啊？好。法龙，哪会安尼啦？敢是为什么代志要发生啊？我法龙的勇气，就是要提醒大家。咱庄仔内有乌龟掠到底，希望大家更加细。乌龟掠到底，
杜家是我有差劲才发落的，敢讲是要抓我？阿母，我就惊。哼！哼！你万幸时，我将调动五爷兵将，出巡了鬼。好嘞，家仔哦，安尼大家就当安心吗？大将军讲，迄个乌龟就是阮阿母。万一爹讲把阮阿母收去，我就无阿母啊。爹阿公出事，但求我，我就唔相信你会当阁逍遥法外。一到日时，我的能力就变歹啊，还阁有这个日头，拍在我身躯顶，真正足疼的。起码我变到这样，连严庆都没认得我，我是要怎么才好？大将军，你在哪里？大将军，你在哪里？这个声，哪会这么熟悉？大将军，快上来，我阿母！英顺，紧走啦，紧啦！英顺，你是英顺？你是我的后生，大将军，你在哪里？你哪在这？这是严庆送给囡仔的夺命手品。你是我的英孙，这是你的夺命手品，绝对忘不掉。都放出去。阿母。我是你的阿母啊，英孙。阮阿爸讲，阮阿母是上水，啊，不过你，英孙，我真正是你的阿母，我是你的阿母啊。哎呀，爹公要出事了，你紧咪起来。英孙，现在做你还是唔肯跟我修理。这个女声是你江山，真好，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卖爹公把阮阿母收去惨嘛，袂用的，我要去爹公遐看卖，找机会叫阮阿母嫁去。即时已到，五爷兵将听我令，依家出巡。五兄罗当时发怒，地下公只是讲有高雄要来抓高铁，莫非嘛惨死又搁被作反，我都心冤。但是地下公无可能放下咧私自报仇，莫非嘛监督会过地下公跟五爷将军的对簿呢？果然是你，外弯修郎李江山。李江山。天灯有路，你唔去；地家无门，你窜进来。总算给我找到，我一定要报仇！我一定要报仇！你是人，还是歹命啊？害人背命，我总算能报仇啊！不可作孽，但求我李江山伊是无辜的，伊无伤害你的性命，不可伤人。爹阿公。我的嘴口目睭拢去予人封掉啊，看袂见嘛无法度伸冤，请爹阿公替我做主。就是伊，伊就是那掠狗腿的鬼。爹阿公，你紧甲收起来啦！是啦，爹阿公，你紧甲收起来，予伊分火片神才会用的。李江山，伊并毋是害死你的人，你找毋着人哦。毋对毋对，是李江山甲我害死的，伊侮辱我，佮甲我抬死，甚至连我死后，伊拢毋肯帮我煞。伊个做法，把我的目睭啊，个嘴都封掉的。爹阿公，
现在我无法度开嘴，让你听到我的冤屈。丹秋花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帮李刚三说，本座绝对会洗清你身躯顶所有冤屈。我不会，地爷公，你听我讲，是李刚三把我害死的，我爱伊一命胜一命。人讲，甲下狗的门路是无彩吹，无明嘛坚持要报仇，但是是安怎地爷公说讲李刚三是无辜的呢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帮李刚三说，本座绝对会洗清你身躯顶所有的冤屈。我不会，地爷公，你听我讲，是李刚三把我害死的，我爱伊一命胜一命。对啦对啦，甲你阿徛都对啦。对啦，地爷公，你带手起来，唔通让佮在这世间害人。系啊。阿母哪有休息，我就无阿母。阿公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紧走！啊，系啦，爹阿公退嫁，安尼无多休息啊。是阴神给我的，阴神终身是另外一个阿母啊，足好诶。啊，不过今麦日头这么大，我会为你小心。看来今仔日。是无法度收拾恁江山啊！我是先来走好啊。梅兰，我走去，紧甲你起，紧甲你起来。秀兰啊，紧甲阿母倒转来啦，行啦。阿母，听讲你看袂出来，伊是秀华，但是我嫁予严庆，伊唔甘愿，才带我透明来啦。秀兰，伊是秀华，我唔相信，你唔通乌白讲啦。是啊，伊要哪有可能是秀华？秀兰啊，你看唔对啦。是啦，家伙紧转来，来，你好转来，你家了起来，你家了起来了。英顺啊，你哪会这么硬？竟然敢破坏戴阿公出巡的仪式。阿爸，阿母赶走啊。是啦，阿妈哦，已经把秀兰阿母带转去啊，咱嘛好来转来。不是，我是讲我亲是阿母，伊才在家，才一点仔叫我戴阿公抓去啊。英顺啊，你看唔对啊啦！你的手啊，阿母，未来有可能出现在家咧。阿爸，阿母他多真正在家，我不去找伊。你搞懂未？我不准你去啊！迄、那个歹命啊，未来有可能是秋华阿母咧。秋华阿母生作足水，未输仙女同款咧。秋华，但是我都要出头命啊！你别安怎？李高山，你来出现在家？我是，别安怎？我还该走。哥走！爹阿公，陈秋华的分票是我将伊放出来。爹阿公若要处罚的话，小华甘愿认罪。你起来，多谢爹阿公。陈秋华确实是有冤屈，我心中明白。这边出巡的目的，就是要阻止伤害村民，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想知影，由永顺迄个幼虎仔，出来误会我的用意，大主大义，将机心来弄掉。还退啊！原来如此，爹公，要唔过这件代志是要安怎收煞啊？陈秋华伊的怨念遮尔啊深，连五爷的兵将拢无法度对付伊。若果安尼落去，恐惊伊会继续扰乱村民啊！但你，你家己白个干，你就爱家己偷，你要照我的吩咐去做。是。
秋华，你总算还你回来机会。秋华，你稍等下，我有足多话要跟你讲的。秋华，啊你来变安尼？秋华，秋华，你别走啊！秋华，秋华，秋华，秋华。死的原因真正无单纯，阿母，听讲你看不出来伊是手滑，但是我嫁予杨庆，伊唔甘愿，这阵耍透命啦！阿母，你紧走！手滑，是手滑。但是我当初要得命，我会死的，我会死的，没安怎，我还该走，该走。敢讲，真正像就英子所讲的安尼，那个歹命啊，就是秋华，不可能。也不过，万一那是真的，我是要哪才好呢？秀兰，以后做代志唔能遐尼冲动。唔通小查妹同款，要去甲迄个歹命拼命，若毋是阿母甲你扭掉的，你早就出代志啊！阿母啊，迄个时阵我伤过惊吓，唔才会做出遐尼无理智的代志。是讲，昨昏多谢你，让我去你的房间，甲你做伙困，阁陪我几暝。阿英顺，奈无来做伙食早顿。好、哦，阿姨就早起起来的时阵，讲伊人无啥爽快。我想应该是去刷掉。我去给伊看卖者。英顺啊，您起来吃饭了。英顺啊，英顺啊，你是不是倒位不爽快啊？英顺啊，安尼想到安尼啦。英顺啊，阿爸哦，随出来叫大夫看吼。杨庆，你要带英顺去台？英顺啊，拢已经烧到安尼安尼，若是我咧继续落，伊的头壳一定烧歹去。我要带伊去大夫看，你接啦。为着迄个十种啊，你竟然遐尼要紧？我哪有替人家是你的亲生后生？竟然遐尼无要无紧？你怎么你也遐尼单纯是吗？秀兰因为得不到严敬的爱，已经忍无可忍，强要失去理智啊！伊该安怎去抬英顺呢？英顺啊，你人艰苦，哪会拢无爱甲阿爸讲呢？嘛不是想要骂你啦，是惊讲万一若是变严重哦，变成气病，安尼就歹医啊呢。而且对你的性命会有危险。英顺啊，以后不准讲安尼，知影无？知。啊，天祥啊，这药啊应该啉完啊，你家看卖，是不是当转去啊？好吧。好，我看卖咧。好。起来，杨庆啊，叶兄已经退啊，搁食几袋药啊，应该就好啊，你通出来等伊啊。哦好，啊对啊，天祥啊，哎，拄则发烧，衫拢澹起安尼，我今日呢转去哦，搁会感冒，敢会当给你借一件衫互伊穿啊？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来去。李总啊，把衫脱掉吼。
顺啊，你那规身躯拢全伤啊！你甲阿爸讲，是谁欺负你的？我。你讲啊！我袂用讲，我若讲阿母身珠牌啊，强烧掉。秋花身珠牌啊！敢讲是阿母，还是秀兰做的？英顺啊，你免惊，那是你朋友国出嘴，那呢阿爸等你问你问题，那是你就点头，那不是你就摇头，安尼都甭算是你讲的啊，吼。阿爸问你，到底是谁欺负你的？是不是阿妈做的？那呢，是秀兰阿母欺负你的哦。秀兰做的 ，M 卿啊，这个代志哦，无你可是一个误会啦。误会？但你看卖英顺这样这个模样啦，那有可能是误会啊？我常常在外地做生意，无踮伫厝，这查某竟然这尔大胆，而且连阮家的门一年外呢，就把囡仔拎离家呢？明的，我要等你找伊算账。阿爸，妈妈，阿姨，大伯已经做把烧掉。我应该先冷静下来，这件代志还阁需要好好调查。阿爸，俺不就可能呢？你叫我不我无？敢讲，那真正是秋华来甲我托梦的，秋华真正是去人害死。明的，我一定要开棺好好调查清楚。就是讲，一再惹把无关的大山。严兵进前强行到六神无主，如今靠五爷将军相助，还阁应顺的伤，总算要来开棺验尸啊！伊敢发刀查出真相呢？明仔台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无面马。军林新厝的余天江，捌如何享受当时发落的奇景？更加奇的是，每一家香炉拢干一张香，竟然过发炉，也造成了民众的惊吓。庙方唔敢大意，就起机来请示地爷公。元宵迄天咧上经啦，即个中尊咧看到炉发炉，啊，甲阮二天宫的主位讲，伊从起来看，都有五个炉，总拢总同齐发炉来请示，讲阮庙后壁只吼，即大队咧到晋江要掠高铁，即万善堂。啊，玉天宫、南天宫、二天宫、啊，朱天宫、五个宫联合来管写一条大船安尼。沿路家家户户拢准备饭菜，要来祭拜，驱离冤魂。底下讲嘛，亲身坐轿，甲地藏王做伙来开神风。最后按了一支青的棍，派天兵在厝镇压，代志才收煞。底下讲出巡要收无面码，无面码不服，更是要用李江山来托命。地下公说只是讲李江山是无辜的，因顺惊老母的魂飞魄散，暗中迫害阵法，放走了老母。地下公叫五爷将军单立来解开真相。首先，就是严庆小心讲无面貌有冤屈。严庆终生决定要来开棺验尸，伊甘花刀替砍手讨回公道呢？秋华。那是真正有人敢欺负你，我绝对袂放伊煞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。严平啊，阿母，你来来。严平，你别甲秋华开棺验尸，安尼唔好啦，安尼真失定嘞。阿母，我要开棺哦，当然嘛是有我的理由，你就卖管了。好啦，这个所在无清气。我今等你开棺的时阵，你会去刷掉。你先回去啦，吼。严庆，开棺不是讲算笑的。秋华偷客遐个代志真无简单，才有放袂记。你今仔若是开棺，这个代志一定会讲想起来来踢笑咱尤家，你知无？无论安怎，我今仔一定要开棺，把这个代志调查清楚。你唔免讲浪费时间来阻止我，我是袂听的啦。开棺时辰已到。你算了，今晚要开棺了，你先卖看，赶紧去刷，去刷阿妈吼。我的嘴肯要提起来，无我都甲底下讲心愿。唉，想尽办法，嘛无我都甲这个刷用断。
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开棺。秋华，谁跟你害到安尼？我一定要查好清楚，等你报仇。对不起你，秋华。哎呦，夭寿哦！啊，什么人哦？啊，施展这么恶毒的法术啦？啊，这根本就是要让有口难言，袂当开口告状嘛。我目睭哦，看袂着转去厝里的路。哎，这什么人啊？呢，害伊的人哦，真正哦，歹心恶毒啦。我是要安怎做，才能替阮母解除这个法术嘞？你放心啦，我随吼画一张迄个净身符吼，然后伊个吼嘴迄甜的所在，用迄个剪刀甲剪落开啦，啊吼，迄符啊水吼甲洗伊面，安尼暂时的吼来消毒伊的法术啦，啊吼，亡者吼别遐尼痛苦啦。师傅，哪里有拜托你，多谢。请北极先天上帝积极留念你。秋华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你受苦这么多年，这日在你的身上做坏的歹人，我一定赶紧找到伊。替你报仇，阿母。我看得到啊。天公伯，看到我的冤屈，我已经去找爹阿公申冤，嘛爱去找你江山报仇。你江山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秋华，我知你写这冤枉的，目睭唔甘愿的。我嘛知你的死哦，有一半是因为我对你所做的代志。但我真正无太，我真正无。我今麦哦，给小姐我抓紧合理，请你当帮我一条情路啦！哦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李港山，你对不起我，可我想要用遐个抓紧来帮我分开。你卖笑想我，我绝对袂这么简单就放你煞。娘命，我求你帮我煞了，我嘛是替人钱，替人做代志，我拜托你了。进前我求你帮我煞，啊，不过你敢有帮我过？你害我凄惨落命，还害我失去性命。我死了，你今我会来找你报仇，叫人做。把我找个把这天起来，叫人顶骂我爹母，害我痛苦这么多年。三兄，你这块歹心怪啦，有啥物资格叫我帮你耍？无可能，今日你就要为你所做的代志负责代价。阿妹，阿妹，
因为命来。等你。大爷公，大爷公，我总算能开嘴新冠啊！解派了，伊唔来给我捕了，佮给我抬死，伊做真侪歹代志，请大爷公替我主持公道。陈秋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算讲李港山做出天地不容的代志，自然有天爷来佮收拾，也佮轮袂到你代天行事。佮再讲，一件代志的真相，往往不是你目睭所看的呢。我无法度等啊，等天来处罚伊上万啊，一命赔一命，我即马就要伊死。爹公，爹公，我真正无代人，我真正无代人，请你明察啦，请你救我。你讲明察，明明就是你把我害死的。秋华，你冤枉我啦，我无代你，我无做啦。你刚刚讲你无把我害死，是你害我对不起杨庆，是你毁掉我的人生。我永远拢未甲八年前迄天报名去死。就是讲关你妈偷食咸鱼冤枉人，敢讲秋华错认凶手？是怎啊？连爹阿公也要替李江山来做保呢？是你害我对不起严庆，是你毁掉我的人生。我永远拢未甲八年前迄天报名去死。为着迄天，我已经食斋三年。搁规伫个祝星娘娘面头前两个死神，真无简单，才得着祝星娘娘的神杯。神杯，我总算是抱到神杯啊！秋花，恭喜你呢！祝星娘娘哦，总算是答应要赐囝给你啊啦！来来，这是祝星娘娘哦，赐予你的生囝花。啊，你等于哦，好好甲阿花，好好甲照顾。等下你若有心哦，再等来答谢祝星娘娘嘛吼。那是我有心，我一定随转来答谢，多谢你啊！有祝神娘娘的宝贝，再加上口袋里的油啊，你这摆哦，一定都是你有心的。希望真正是安尼，啊，那无我拢已经申请五年啊，这巴肚一点仔动静拢无。杨庆又果是杨家的孤囝，若是讲安尼落去哦，我一定会去你的。你想伤济啊！阮阿姨哦，真不是迄款人。搁再讲啊，表兄遐尼介意你，绝对无可能介意你的。你放心啦，你即马有在生家花，代志一定会当顺利的。我嘛希望这个心愿能达成。哎呦，那讲到尤家迄个新妇吼，今仔日又搁来求助西娘娘啊啦。连续三年啊嘞，逐工拢来求啦。哼，哎，人生水有啥物路用？水人也无水命啦。三姑，我看你是孝顺，想要甲恁祖囝嫁恁娘家做细姨，失败，你才唔甘愿嘛？哼，唔是我咧操蛋啦！你看阮祖囝，脸薄腰瘦，这尻川倒一看嘛是足够细。若唔是迄个陈秋华挡阮祖囝的路，我早就替娘家骗金咧过好日子啊！喂，恁两个三八查某是讲煞袂？一个比一个搁较狡猾，安怎？卖查某囝搁敢遐尼大声哦？真正是有够没见识。哼，我看是你家己妖怪假说哩，家己想要嫁入去杨家做细姨，我歹势讲吼。你来讲啥？哎，你是？哎，你去死！放出来偷玩咯！你卖个怕啦！我还是天威。秋啊，歹势啦，都是因为我这。这不是你唔对啦！啊，我的手表，走啦！秋华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害的。无安尼好啊，我过来庙的，甲庙公求一个花卡，哈。严谦表兄妹，今仔对我足好诶，就像像我亲兄妹同款。刚才是甲讨一个花卡尔，也毋是歹好钱啊！竟然讲袂用哩，
真正有够当算的啦。人庙的规矩就是安尼，你就莫阁生气啊。我看吼，我倒来去祖先娘娘遐加捐几个花卡，互人拍破，会当阁加换几个。哪有人摊像你安尼啊？真正是乌白来。我的时间花，歹势啦，你要紧吗？我的花，我的让你打到啦，你是梦水梦酒哦，陈校长。歹势啦，真是的啦，把你的花弄一下在涂骹，啊无我阁买一盆陪你啦。袂呢，西顶的是主持娘娘所属的新家花才会呢，规日哦，你陪袂起啦，拄到你真正有够衰，紧走啦。歹势啊。孩子，感觉我着无遮好，就算是求着这份生仔花，嘛无法度甲伊真好我。秋华，阿你奈伫咧哭啦？严庆，我今日真无简单，才甲主持娘娘求着这份生仔花。啊，唔过煞连续两届，去互人弄伫咧涂骹，蒲莲花嘛差点仔去互人打烂。我是毋是这世人，就是无迄个福气当生仔，才会有这种歹格调？秋华，你想想这下啦，会当求到这盆的生姜花，迄就表示讲主持娘娘已经准备好要甲囡仔送你啊。你即马都干那需要好好静养，甲你家己身体顾好，我想你真紧都会有心啊。严庆，好啦，唔通让你家己受一个压力，知影无？阿婆。明仔你对我来去电影院行行，看卖心情会较好无？吼。嗯。你今日天气哦真好，所以地收成哦也袂歹。哎。哎，阿遐毋是昨甲你弄着迄个青虫？哦，阿你嘛有熟识啊？李刚山。哎。李大姐，好。大哥，你不是那位和我婆婿弄的姑娘吗？什么姑娘？人是头家娘，真是点礼貌都无呢。哦，原来是头家娘啊！歹势歹势，头家娘，你穿得足水的呢。头家，你真好气的。哦，那是当然的啊。这哦，不是我家己学落的，你敢知啦？啊！这工课你敢有落适应？最近差地状况安怎？真好啊！迄师傅哦，真用心要甲我看家，多谢头家给我这机会。好啦，你先去无用你的，等下我再来试啉你差的地吼。是。表兄，你人家就无礼貌呢，我看一看表叔的眼神，拢无啥共款。这李江山啊，是庄卡来残障囡仔，所以较唔捌礼貌。啊，不过真有天分，差地安尼教一下就会晓啊。我是拍算啊，好好甲栽培啦。严庆，我有淡薄不爽快，我甲秀兰先去医生馆摕药啊。哦，安尼嘛好啦，因为等下我要处理一挂代志，嘛无得陪你去，那无你就先离开啦吼。我叫喊情形有改善无？秋华，这地方身体爱倒倒来，唔是一两天就调会好的代志。除了你身体的体质较虚以外，另外就是你的心思伤重。这样的情形哦，你若想要有囡仔，是非常的困难。高大夫，这是不是因为我昨下做是娘娘所属的生姜花弄破两届出啊？你免烦恼啦，
祖师娘娘这么大慈大悲，未跟你计较这种小可代志。你要相信我，只要你跟严庆拢有照时间吃我夹的药啊，你的巴肚真紧就消失啦。新娘的秋华一心要替杨家来传后代，但是想到最后因来死劫，英顺的老爸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若想要做先生哦，你就叫师傅去出来点牛就好啊。啊，现在爱我哦，轻轻找几撮布装来。我好，我容易啦。来，对我这边。陶武林，你总算来啊！这是阮早起阿咪啊啦。嗯。不是我咧恶路啦，你看阮早起，人水、内泡、腰瘦，你看这脚床到这大。哎呦，那过去恁家哦，坐十个八个嘛拢无问题。真好，严静啊，来，你进来看卖咧，看有介意无？阿母啊，啊你哪会安尼啦？无缘无故是安那后要带我来对看咧？万一若小秋华知影，伊就足伤心的了。我今仔是足无简单，才叫秀兰甲秋华带出门，主要就是要让你对看啦。你赶快做决定啦。阿母，我是无可能带细伊的啦。我想要做一束新衫，你替我剪花草啊，够有布料吗？好啊，这摆人三千四千想要我死啊，叫你娶一个细伢是算啥？你莫遐痴情啦！阿母啊，我都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干那爱秋华一个人，别个查某我是无路接受的啦。严庆啊，秋华嫁来咱杨家已经三冬瓜啦，连一只鸽仔都无敢生啊！伊若无答应你的吼，嘛爱答应你娶细，你是发杨家的公仔，这金孙我是一定爱抱啦。你爱甲我传宗接代，啊若无，我对你死去老爸是袂当交代。阿母，我求你，你莫骗我好无？哎。秋华，恁哪会来遮？秋华，秋华，秋华，干干啊！真正我要把我气死！秋华，秋华，秋华，你莫阁哭，我表兄绝对袂娶细爷啦。阿母讲咱摸唔着，我一直生袂出来。伊有甲要传宗接代，就一定要让伊娶细爷。秋华，你莫阁伤心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娶细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严杰，你听我讲，你要给杨家做生一个交代，你应该听阿母的话。不可能，爱我亲像猪公甲猪母配种同款，叫我娶一个我无介意的查某囡仔入门。就干那为着要甲伊生囡仔，这我做袂到。啊，不过严庆，你阿母伊，你放心，阿母那边我会想办法说服伊。严庆，阿母是无简单，才替你安排遐伤心哦。是安怎你还甲我下面子啊？阿母啊，我都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绝对袂娶细伊的。可是讲秋华这些人拢生袂出来，迄嘛是我的命。人讲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啦。秋华，行，咱倒来房间。等下，你若敢甲我踏出这个厅一脚步，阿母就伫伊娘家新厝牌面头前死互你看。真正是讲话不关后尾门呢。杨老夫人依势来相逼，严庆是变怎伫牵手甲老母之间的选择？团众这排压力，敢是害死秋华的原因呢？凶手敢真正不是李江山？明仔台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无面马。在底下讲的指示之下，严庆开棺验尸，解除了秋华身份证的封印，可以开除新冤。严国底下讲也是阻止向李江山逃命，到底真相是啥货？一切都要为秋华嫁入去杨家，一直未死，有那夫人必后生都要娶细姨来供起。
你若敢跟我踏出这个厅一卡步，阿母就伫杨家新厝牌面头前死互你看。因为你无听杨家传宗接代，是阿母的不孝。阿母，阿母，是我做新妇的无路用。来领养家这么多年，拢无阿多死，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阿母。阿母，我请你莫阁生气啊！秋华，那代志哦，无啥严重啦，无人需要为着这个代志死。你紧起来啊！来，严庆，死不出来上大的责任是我，应该去死的人是我才对。阿母嘛不是爱你死，我干那爱一个。会当替阮杨家传宗接代的金孙，你即马生袂出来，我只好借别个查某的巴肚来生一个，我嘛袂逼你啦。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三个月后，你若是无有心，我就安排严庆啊，甲我带一个别个查某入门。阿母，干那给我三个月的时间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敢讲爱我目睭金金，看严庆娶细姨？什么人？秋华，哎，你是安怎啦？严庆，拄才看到有人在甲我偷看。偷看？无啊，我无看有人啊。反正我就是感觉怪怪啊。好啦，可能是因为哦，你最近压力太大，唔才安尼胡白想。对啦，我是来跟你讲，等下我甲阿母哦，要去三街公园道食喜酒哦。我知影。好啦，啊你最近哦，确实看起来无外好呢，还是赶紧倒去房间休困啦。行，我陪你等。身体不爽快，还有入去给你看卖了无？我无代志啊，你卖入来，我随洗好，等下就出去。秋华，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紧跟我讲啊！我讲不出嘴，严庆这么爱我。我是要安怎跟严庆讲老实话？是不是阿母又搁逼你叫我去娶细姨啊？秋华，
这个代志哦，你唔免管。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带别个查某入门的。严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秋华，你莫烦恼啦。咱若真正无囡仔，那是因为咱甲这个囡仔无缘分。你就莫阁想这件代志啊。那母一边，我会甲伊讲，叫伊哦莫阁来逼你啊，吼。你莫阁哭啊！你安尼哭，我就艰苦的咧。严庆一直拢足疼惜我，我袂当讲出这件代志，让伊伤心。我绝对要保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一直到我死为止。秋华被侮辱了后，惊代志变空，心肝内一直感觉真不安，想袂到讲自迄天起，李江山都不敌气用啊。最后秋华嘛加较放心，也嘛渐渐恢复平静的日子。一天，秋华当伫个煮饭，想在讲一个闻到鱼仔味尔，都想要吐啊，所以严庆都随带去医生馆。秋华，恭喜你哦，你五万这么侪年，总算有心啊。有心啊？是啊。而且哦，已经过外围啊，真稳定。几个外围啊？啊！救你啊！我给你妈死啊死啦！你给我放开啊！救你啊！严庆，恭喜你哦！啊，你真好呢，秋华，我要做阿爸，我要做阿爸啦！秋华，阿母唔知影你有心，阿过去，我叫严庆啊爱操细伊，这个代志一定对你的心情真影响哦。阿母对这，甲你回信咧。阿母，你千万唔通咧讲，我知影你真疼秋华，我咪当体会你的心情。你是因为严庆伊是杨家的孤囝，杨家一定爱开枝散叶，你才会安尼做。是啦，阿母，秋华绝对袂安尼想的，你唔通误会伊啦。我知影秋华是一个真明理的人，一定袂跟我叫婚的。秋华，你即马是大心大命呢，家己的身体爱顾好。来来来，紧坐咧。哦，对啦，紧坐。阿姨啊，你莫阁讲啊啦，你辛辛苦苦炖的鸡汤拢得要冷去啊。我爸到来的囡仔到底是谁？敢袂是迄个李江山的？为了是要靠无目屎，艰苦无人知。秋华爸到底贵族到底是谁的？这秘密过得温暖偌久呢？佫袂晓识嘴，啊！佮人母家安尼大巴肚，迄查甫人的面子吼，拢会下了了。袂介绍查某啦，啊！不要死了啦！好，莫佮我打啦！阿姨，你莫安尼啦，秋华一定受苦中啦。秋华，阮严庆遐尼疼惜你，天顶的月亮六百台顶，伊莫莫再乎你，你是安怎安尼对待？这是将土客兄要继承的代志。阿母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叫我陷害的。严庆，别人拢不相信我无要紧，啊，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啥就是救不了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严庆。对啦，表兄，我相信秋华讲的，咱紧救伊啦。但秋华，我真心对待你，你竟然走去土客兄，我恨。我恨你！严庆，严庆，我是无辜的，严庆，严庆，你还相信我？我是无辜的，严庆，你还
华，秋华。你是不是做恶梦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做恶梦啊。是不是给你吵着啊？是啊，把你拄只安尼喝到大细声嘞，而且佫叫我哦，你相信你？啊，你是梦到什么？是爱我相信你啥？我是真心，就袂记起我拄只梦到什么啊？你雄雄安尼问，我嘛唔知要安怎样。秋华，你是不是因为最近有心啊，所以哦，让你家己压力收大，才会做恶梦？其实啊，你无需要这么紧张。不管你以后是生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只要是你生的囡仔，我都会好好疼惜。杨平。阿母对不起你，我真正足惊你的阿爸是别人，所以阿母真正无法度甲你生落来，请你原谅阿母。秋华，秋华，你要紧无？啊，无要紧啦，这我来扛好。这红花是老天爷啊呢。秋华，你想要不要你走了？我有我的理由。秋华，这个囡仔是咱五门这么侪年才有的呢，你想要不要闹掉啊？我，你讲啊。秋华，你紧讲，无论安怎，我今仔日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啦。是不是你求秋华？秀乱啦！你别来乱好无？你走啦！秋华，秋华！我无乱啊，是阿姨催你啦。欺负秋华，佮对我这么歹，真正有够无良心的嘞！红花，哪呢？是老太爷呢？天，你是一个这么好的查甫人，我煞对不起你。我已经无命，搁踮在你的身躯边啊！天地这么大，已经无我会当徛起的所在。清楚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不是你家己的。我讲你不遵守，你就不遵守，听无？哎，秋华，
出来，你干嘛？你敢进来了？秋华，你没事了哈？严庆，你害我死好无？我活到这痛苦的。明的，我袂好你死。你是我的母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也是我的母，这永远都袂改变的。严庆，我已经不是亲爹的身躯啊！那安尼，你敢搁要治我？没。啊，不过我爸都来紧啊，就可能是叶丽江山的。那安尼，你敢怪我该死了啦？俗语讲，偷食未满你水气，偷鸡兄未满你香里。严庆敢真照迄个巴肠来替别人饲囝呢？啊，不过我爸都来紧啊，就可能是叶丽江山的。那安尼，你敢怪我该死了啦？秋华。我相信你巴肚内底迄个囡仔绝对是咱的，唔是迄个歹人的。我知影，你拄到即款的代志，心肝内一直足痛苦的。啊，不过你爱替我想，嘛爱替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想啊。我已经想真济啊，只有心才有法度解决。那你秋华，你得把这个代志放袂记，把这个囡仔好好洗落来，以后咱一家伙啊。做伙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好不？严庆，你说呢？英顺啊，我是阿妈呢。英顺啊。这哦，送给你，给你熬大汗吼。来来，英顺，伊是阿妈，伊是阿爸。你大汉了后，爱好好友好阿妈，阿个阿爸。秋花，阿你哪会无叫英顺啊？买友好你家己嘞。三八啊，囡仔当然嘛是友好老母，就敢那你友好我同款啊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我哦上友好阿母嘛，对吧，英顺啊？奇怪，这里晚阿来吃五月酒的人，咱拢无人来啦。阿姨，不要帮手，代志唔好啊啦。秀兰，你走到遐尼轻功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，今麦外口的人拢传到足歹听，是关系到咱家的杨阿伟。又搁是遐破嫁查某，一日到晚咧讲人是非。哎呦，啊你哪安尼讲啦？啊，我是当时后壁讲人是非。你当人的尻川后，讲中伤人的话，安尼不是是非是啥物？即卖外口大家嘛拢咧传，讲你的媳妇讨客兄啦，唔再甲你生迄个孙，你后壁讲，本来要加食，我是没有乱讲的，这款话害死人，你知影无？也唔是我讲的啊，大家拢嘛安尼讲。哼，家头家佫无七嘴，啊不，我大家拢知。啊！你干嘛呢？你怕你干嘛啦？怕你是拄我好咧啦！你干嘛？好啦，阿母，莫怕啦。这破客查某，无好啊，该嫁死一边来用。你的新妇若是真正这尼啊清白，是安怎有遐婴仔话传出来？好啦，为着要证明我新妇是清白的，明仔载，阮就来地下公庙斩鸡头，让地下公替阮做主，证明我是清白的啦。好啊。那安尼，我就等看你的新妇到底是有偌清白。哼哼，去，秋华。明仔载甲阿母来地爷公庙斩鸡头就抓，互爷公赢阿话的人，敢那回事嘞？好啊啦，阿姨，你莫阁生气啊。等秋华明仔载斩鸡头，遐妖言自然就会破除啊。行啦，我先陪你入来休困。一声是老吴拖破车，行一步算一步啊！城寨庄仔头会出现秋华偷客兄的谣言，秋华感觉在地下公的面头前斩鸡头就抓，这跟他含冤而死有啥牵连呢？
明仔台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无面码。五爷兵将是四名护卫军，分作内五爷甲外五爷。按伫新准兵的五十年级是属于内五爷，外五爷较常看到的是伫路边插德芙安爷。安爷最主要就是德芙，这天德芙有人用规枝的，啊有人用破柄的，啊有人用一扎拉的。啊，正常来讲，拢两手瓜，在面顶写符，写看咱这个某某宫的主神是啥物事，东南西北中倒一赢，吼，会赢兵，吼，啊，放偌济伫遮，咱以这个德符做记号就对啊。阳间人看一支德，阴间阴看一赢兵。早期五爷拢是伫路边插德符，甲四方迎旗，并无实体神尊。但是现今的五爷，大多数是改建做世间庙宇，提供了信徒祭祀，嘛才对台湾特有的文化之一。秋华叫李江山侮辱，不阿久就信啊！伊惊王八路地侮辱是李江山的，就想要啉红花来闹天。这时阵，严庆仔知影讲秋华的苦衷，叫秋华就让囡仔生落来，要甲伊共度难关。想要到到底囡仔满月一天，整个头出现那秋华囡仔是甲客人生的这款谣言，有老妇人都叫秋华在针街头就坐给众人看。阿母叫我明仔载伫地下公庙针街头就坐，万一这囡仔真正是你甘山这个歹人，地下公佫敢唔敢讲出这个秘密？那呢，我是要安怎？秋华，你放心，明仔载的代志啊，一定会当顺利过关的，你莫跟我白想啊！啊，不过秋华，你都要相信，英顺啊，确确实实是咱囡仔啊。好了，我第一项有个代志我要来处理，你就等于房间好好照顾英顺就好，莫跟我白想啊！我知秋华，你明仔载若是无出现伫我讲的迄个所在，我就要去地下公庙，当众人面讲出咱两个恩爱的代志。啊，搁有，你若敢把这下代志讲出去，我嘛袂放你死。李江山，你出来啊！李江山。讲要站街头，要怎做啊？到即马阁无看的人。哼，啊，我看吼是惊到唔敢来的啦。对哦，意外哦，今仔日无看人来啦。啊，时间就要到啊，安内安内。是啊，秀兰，你去外口看卖咧，看恁表兄带恁大嫂来啊未？好。秀兰。阿秋华到底在庙内啊？无啊，阿大拢在内底等伊，伊根本都无来啊。奇怪，伊到底在对嘞？哎呦，根本就是新官来有鬼啦，唔知唔敢来才剁鸡头就抓。无你张秀华拍无够，今仔日佮想要我甲你拍来斗。无你看你手抱的孙，真正唔是善样。那真是安尼吼，你嘛唔免伤过伤心。坐人坐好去啊！哎，你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敢咧胡编乱讲哦，我要对你无客气啦！阿西啊，说娶某甲人公家，你是不是咧讲啥？
你别叫我，我要驾驶啊！你赶快来接我，你别闹，驾驶。阿炳，先生，我拄仔去买药草的时阵，警徽一间破厝，看恁家秋华吊死伫内底呢。哈？秋华，敢不是土客遐个代志别空啊？才自杀？不可能，秋华不可能做土客遐个代志，不可能啦！苏阿，伊叫我去找伊报仇，竟然把我的嘴还佮目睭拢提起来。你讲一切吼，拢不是我做的啦，请听阿公明察。伊叫我去告银针，佮叫人做法，把我定案，唔好我出去。除了你以外，啊，还有谁人安尼做？王勇啊，真正不是我做的啦。伊的时阵啊，我还不了你，可是因为我受人的指使，摕来的钱才安尼做的啦。然后我不敢真后悔，就离开这所来等你故乡，一直到三点，我才等来做生理的啦。后来就听你王氏的消息啦，我真正无抬你，我真正无抬你啦。是谁叫你不了我的？这。我嘛唔知迄人是谁啦，啊，不过伊知我欠钱，伊既然吼在阮兜藏一张批，搁一百块，讲我只要替伊做这样的代志，伊就买够我三百了。迄个时阵，我爸拄好破病，当需要用钱，我真正无多才违背良心，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。现在有可能，除了你，啊，搁有谁想要我杀死？陈秋华，你敢真正要搞这件代志？查出一个结果，甚至这个结果会使你悲伤，使你怨妇。你有缘是要跟我查到底是？我受到这么多冤屈，我当然要查，绝对要查清楚。请戴阿公还我一个公道。好，既然你特别想要知影真相，本座就成全你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就随本座踮咧庙里好好啊修行。袂当去干扰了村民，等待你的代志的真相若是查出来，你就会当去地府报道。是。啊，那李刚三弟，本座奉劝你一句话：善恶有报，你一定要谨记在心，唔通阁犯错了。多谢戴阿公的教示，我以后袂阁再犯错啊！多谢你，三弟，小阿仔。这件代志是因你离去，本座就特别派你将陈秋华案件查好清楚，还陈秋华一个公道。下遵命。戴阿公在上。阮某陈秋花，有人做法陷害，害死去了，痛苦难安。家底阿公保庇，我会当早日找到真正的凶手，还阮某陈秋花这个公道。严刑甲应承拢来啊！我已经恢复我原本的面貌啊，即马若是甲因见面，应该就袂去惊到因啊。你袂当出去。将军，因是我的红衫哥后生，我刚才是想要甲因见一面，我袂去伤害因啊。阴阳有别，勇敢的人是袂当随便甲勇敢的人见面。将军，我拜托你，我甲因见面啊。退等伊。有人叫我把这个物件交予你，多谢。严庆，那顶头是写啥？是安怎？你的面相片有遐歹看？哎，是地行的代志，你唔免管啦。阿弟，连拢已经摆好啊。然后来等。
阿母，我等下有代志，我先来处理一下。嗯。秀兰，咱拜好啊，物件收收的，好回来去。哦。袂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跟因见面。陈秋华，底下讲交代，你袂当出去。你唔好我出去，我就偏偏要出去。真正是剃头长去刺血，秀华无顾警告，速速要离开庙去找严庆甲英孙，伊敢会惹出什么麻烦呢？阿家己约我来遮呢，哪会拢阿袂到？牛山雅，拍摄，我想我来啊。牛山雅，你在搞拍啊？你讲啥？是你把秋华的嘴提起来，做坏后伊目睭看无对吧？你的心肝哪会这样恶毒？今仔日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教示你，替秋华出一条血。哎，你听啦，我来做主，我真正无错啦。我唔信啦，秋华都是让你害死的啊，你哪会这样恶毒？连你死了，竟然还想要陷害伊啊！你这是害死你某乡长。当初是，若不是你叫我去捕虏恁某，伊敢有可能想要去吊牢自杀？我是提钱做代志，伊才招兵叫将。而且，恁某秋华已经死啊，我跟伊害死要创啥？代志，敢真正不是你做的？我会当救出，我无做我害恁某。而且恁某要跟我谈时阵。我赶快一笑当年约束，无甲你借这个代偿压压出来。你敢真正无甲秋华讲？你放心嘛，既然我收你的钱哦，我就替你报仇秘密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我有偌惨嘛？迄天底下讲哦，无甲你没收起来，伊竟然死计伫咧树下讨命呢。若不是底下讲出面路甲伊阻挡，哇，早去苏州卖鸭卵啊！你讲啥？秋华又搁去找你讨命？你莫看，完全唔相信我讲的话呢。伊甘愿甲你分飞八散，阿要我死。虽然底下讲的担保，我不是惊惊啦，所以我想要请杨少爷去甲恁某讲，是你要甲我借证，我才去捕虏去。台上到这来啊，你应该袂见死不救了。歹势啦，这个代志我做袂到。搁再讲，你嘛无证据当证明讲秋华的尸体唔是你动的下手啊，无抓到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咧。刘少爷，我好想好咧甲你讲，你唔肯接受。好，我来甲大家揭出来，让大家知影，你唔是查甫人，你甘愿做乌龟，是一个是十只囝的太监。你敢？为着我拢要死啊！你有看我敢无？啊！我不准你讲出去！我再告出去！我肚内咧骨甲疼，啊，敢会食歹巴肚？真好，我总算能去见严庆，还佫英顺啊！一定是中昼食迄尾鱼无青啦，啊，现在食歹巴肚。哎，阿威无错嘞。
陈秋华讲伊毋是自杀吊头死的，是强吹死的。啊，底下讲凶手阁毋是李江山，这到底凶手是啥物人啊？对吼，会当问看下土地公，看有啥物线索无？土地公。哦，吓你活咧！我耳根骨也要叽叽叫。大将军咯，你阁出来巡视啊？真感谢爹阿公，也阁有恁五爷的保障，将迄个恶鬼抓起。最近地形上才当这尼啊平静啊。倒位来的恶鬼，鬼气遐尼重。啊，系啊，恶鬼阁出现啊！进来看卖咧。走得快啦！你是无看恁阿妈赶要倒休困是无？走啦！啊！就掉！你去忙去啦！哎呦，真正是春天后母面啦！啊，别人的囝死未了，啊，唔惊兄个救落去啊！哎呦，这英顺啊，真正有够可怜的呢！我即摆在讲啥？我新妇是咧教囝咧。你这外人搞我点点啦！外人，哼，那安尼这个囡仔嘛是外人哦。尤老夫人，啊，英顺啊是恁新妇在外口土客兄生的，啊，恁新妇陈秋华嘛因为安尼死了后，被阎罗王咧处罚，今次嘛变成恶鬼，转来咧共闹，啊，规庄头的人都嘛知，哼，搁讲这个好听话咧共骗。我你这破家查某，你想乌白讲啥？我哪乌白讲？今次嘛，所有人都嘛，给陈秋华要惊死。那讲到这哦，你还袂甲我回信嘞？对啊，你唔来车几钟头啊，一帮小囝。都是你啦，油卡面子让你写了了，你写袂生存哈？你是这气死啊！好死！太红太红啦！我的手，唔知叫啥物物件摔着。你是安怎？你欺负我的囝英顺？啊，一定是陈秋华为了替人家讨回公道，你怎敢来找我？秋华，人是小火连盆疼囝连孙，但原来夫人跟秀兰对英顺不是拍就是骂，这口气秋华敢吞得落？顺啊，我的心肝惊，是阿母对不起你，害你受这么多苦。阿母，你是我阿母，你来给我，阿母。你顺啊，妖孽，我也保重在此，也收拾就办。但求我，如果是你。你也跟俺爹讲要逃走出来，你是不是要出来做歹代志？但迄个要出面，我无啦，我刚才是想要跟我后生见面尔。老阿公，你妈我袂讲，你若不实行我，即会走出来，你爸我袂惊人。今仔日啊，我唔是老阿公，我是土地公。唉，讲起来是可怜啦。严格啊，规定就是规定，阴阳两界啊是袂用个见面的。陈将军，去将陈秋华抓起来，送去地下庙看管。这，土地公，陈将军，我拜托你莫抓阮阿母好无？我拜托你。今仔呀，这个也是无法度啊。那是恁阿母身躯边无五灵气，搁出来外口四界爬爬走，这是袂用的呢。陈将军，你唔去爱心，那你我调别个兵将来。他伫讲有啥物代志？两位将军听令，
这陈秋花，是俺爹公母偷走出来，去叫伊抓起来，送去庙里管教。是。阿母，我不爱母你过来，阿母。林顺啊，你唔好再哭，若是有机会，阿母一定过来跟你见面的，你要保重哦。进来呀！你唔免叫啊，阿妈唔好，你搁安怎哭？你阿母永远嘛无可能回来。大将军，这囡仔得交予你，我先来走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啦！听讲哦，只要会当请到乌灵旗，亡魂就会当让凡间来去自由。安尼你就会当跟你阿母见一面啊！也毋过你要答应我，袂当让你阿母用乌灵旗去报仇，也若无，伊就会永世不得超生。嗯。人讲好产地不如好子弟，英孙某的无偌久，老母同害死，不过母仔囝是连心啊。英孙甘花都得到乌灵旗，帮助老母踮汉奸的自由行大。秋花来知影个翁婿出卖伊，这个冤仇是要安怎报？早期社会为了要驱邪辟煞，会按五爷来保庇枕头。咱若是要先来外五爷，必须要王爷及以上，有叫地辟风正神才用的。一般书单还是地方公庙，干来当室内五爷，而且会固定时间来叩首。我在平常吼，啊，个人真辛苦，啊，咱初一十五打去庙口，啊，来安尼叩关。啊，若是新民生的时阵，迄个较澎湃咯，大家个安尼一道一道安尼出巡，吼，进香，吼，还是讲有咱公庙有啥物特殊的大代志。进前三天，个爱落去叩关、吊牙、叩首，准备马草，啊，准备寒签。就是上边嘛有上尾，只要是咱的生命的保障，咱拢有甲慰劳。七月普渡之前，为了要母子过魂方便四处讨食，庙方会举办收兵仪式，帮我阿兵马放年假。俗语讲，过年前回过年后，相信的人才是英雄。保卫嘛是要哪报仇？我阿将军为了报恩，帮助奥祖多田户偷田五年期，没有保卫嘛到底勇敢享受天伦之乐，抓害奥祖无辜无退。然后天母兵马就得还魂，我兵马上一副苍新的天衣之法，布下乱衣裹，背下弓箭来金箍刀。下礼拜刚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四川台湾》郭兵马。